哦，直接要来了，艾奇上了。啊，先过来，先被打一个。然后队友呢，兄弟，坑里有人，兄弟们，溜溜球，溜溜球怎么说？溜了吧？哦，打，真性情啊！这个位置有机会的，看妹妹的一波出枪，慧慧被打倒了。这边的话，巨斧也过来，及时的增援。五弟弟的点位其实也不好的，但是五弟弟这个信息队友有爆门没爆？没爆，不知道这边有个人，完了，左右都是人。哎呦，我天哪，这个人，这个小怪物。这个人是真的准，对手其实有个小反坡，能有一个操作的机会。是，这队友有一个被扣起来，不行，就回头撞。扣我队友不行啊！麦田上的一些遭遇，哇，二零零四啊 ，MCG 乱抽，是，真爽。完了呀，二零零四前面的位置要被安行他，你考虑到写作性的一些点位，无非就是厕所山了。嗯，其他的这种点位，你能在麦田上攻防吗？不存在的。哇，这。这也能打下来一个消指导，十几根枪线哎，一起打，视野整体麦田是能看全的，但是他所看的每一栋房子都有人。这边怎么有两个靶子？木厕所，我拉出来清人了。啊，厕所山没人，派入直接从养鸡场拉出来一队。幻神一会儿回撤的时候，有点危险。完了，有点危险。哦，周平，周平要打了呀，打侧身了，叫自己的队友过来，高点拿下。哦，楠楠开车在路上，这都打一枪头。因为刚才楠楠在看啊，侧面来了，先打一个。小龙，先补。来找周平岩，你不打我是吧？我就补你队友。哎，我这个雷九，哎，我就不要这一分。主要周平岩现在也不知道小龙的一个具体的位置。周平岩开车往西部去拉，拉到白圈的还在排，很细，细致。有没有看到背包？没有看到，三倍镜反打，反秒。周平岩。大将军周平岩这一波三倍镜不斩无名之辈，机会给到了他们，还有人没有被团灭，但这两个人的位置反进炮楼了呀。能不能继承这样的一波呀？南边开推了，厕所山已经拿下来了，养鸡场能控一个厕所山再过来，这人怎么就跟魔术师似的，永远这波身体对抗，对，车后是有人。哇，周平岩直接拉半坡了，我穆琴真的大心脏啊，能不能埋一个在车底的，在车底没排，没看到，没看到，穆琴打一个腰啊，好反应啊，这只能说啊，牛海比这个补强啊速度很快啊，对，主要人多呀，这阿毛在上面也没给压力啊，让对手过点直接过下来，他希望底下穆琴给压力，结果穆琴是给了压力，但没完全给，你知道吧？这个战术一定是阿毛上面勾引，穆琴下面爆发啊！对，你指望穆琴打倒人以后，你楼肯定是注意力最集中的地方。就是爆发，穆琴得爆发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但是他爆了一半没了呀！你阿毛得勾引啊！你不勾引，那牛 happy 就先卖，不就都排点吗？对呀、啊，确实，那确实。不勾引阿毛怎么打呀？你一个人打三个怎么打？有道理，非常有道理。十七来了，十七来参加了，哇！十七绕到西边了。是的，过来找世界冠军会一会啊，来嘛，再找机会，雷还是能排的。十七的雷，我觉得在这一场战役当中有非常大的作用，能击倒一个，牛海比就无了。看这个雷的角度，来，再来，我有的是雷。好，你看倒了，要强压了。好，击十七这把必赢。好，他我估计他现在是不是不知道牛海比是三人编制？刚才他们在东边，这个视野信息不一定会有，好在信息够的话还是 OK 的，能记住，因为他一直在运营嘛。又来一颗雷，锁定位置了，底下还有一个男的，对枪没对过，对方人数比较多，枪杆子比较多。好，四打一，还剩楼上的，这个信息很全，知道没操作空间，真没爆了，但不能这么接，因为楼上还有人，得先想办法把这个二楼排掉，一直在丢所有的道具，全部倾斜就要拍二楼。哎呦，就用了十几个道具了吧，木架子全部挡住了。原点开车溜过来的 Candy 也是被萨萨给发现了、哎， Candy 想要干坏事。我们呢先来看主线啊， Candy 那个只是个支线，结果被蜻蜓队长制裁了。是的，哇，佩洛，我们袜子是不是延续拿了辆车，为下一步转移做好一个准备，但前提是先把周平岩干了呀。
不好打、这个、不会雷火都扔完了吧，因为你要上这个东边去了，牵制一下这个人。不是风波怎么就一个人了，独守空房有点寂寞啊。 SMS 进坑了， SMS 和 MCG 正面硬顶，好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枪都塞嘴里了，现在天火燎燎、哎、在前面了，侧翼还有一条枪线，对，近点一步、哦、你看人远点勾引近点，一丝血坦克不重要，因为你不打我呀， 这就是前后的一个配合，对的，这就是协同。但坦克怎么办呢，一辆车顶过来、哦、快乐起来了，好快乐啊，火力车顶过来直接把坦克撞飞，是的，看到了，对，占了大头啊，对， AZ 跟队友合力共拿十一个，嗯，啊，我不，这房子没人，盒子干拉拉就完事儿了。耶、yeah, ！怎么打我呢，兄弟？没关，哇哇哇！黄色兽眼，兽眼还在看另外一边，鬼鬼太猛了呀！知道 Pyro 来了，就想想他会付牺牲的。这真不是吹啊，我是由心而发的一种赞叹，哦、你知道吧？下一步 ，Pyro 的两个兄弟，这个小左跟小明都是先攻型突击手，对，怎么办呢？哎。六幺是怎么倒的？六幺当应该进不去了，小妞进不去了。现在 DDT 很难解局、嗯、，DDT 的这个双防是不在十一颗烟，你看到他有十一颗烟，就硬混，就硬混。但五阶段了，扛不脚底下封印哥，正面只有三个。VLG 这房子在这个圈里面太舒服了，是。下一圈把南部一卡完，麦田决赛圈，就五七七想要正面突破没机会，侧面好好也能打到。哎，这辆车怎么过来的？划过来的呀，五七七的意志，他的主人是谁？不会是五七七的意志，继承了七的意志。天路又要吃了，这么打下去，天路又要吃了。有机会。马东锡，哎呀，没有任何的视野，你知道吧？他浮在那边，面前还有一颗，还有一团烟。这个圈形一刷出来，一旦被东边抢，好、哦，现在时期兵分两路啊，另外两个人已经提前去麦田上面找位置了。哦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骄阳这抽奖两枪，结果一看，哦，地了，一定要把南边的人去打完。biu biu 在断后，那还行，但是、yeah. 这一波出枪拧倒了，全是侧身，这波三倍镜能不能压住啊？雨露就砍了，建议和 Godway 好好学一学，确实，报个补习班吧。哦，这个过点还倒了，完了，这一波 VL 大失误。哦，十七来了，十七来了，绝对不管那个独狼了。有人在断，有人在断后。小贝也被叫过来了，要把这边的分数全吃了。哎，但是十七并不一定知道这个独狼是哪个队的，他没跳信息。巨幅在这边打架了，屁股后面这个人还真不一定知道。连那个炮的位置用了太多进攻性投注了，丢闪就意味着没有雷了。哎，用枪解决吧，没问题啊。只能用干拉了。哇，这个没子弹，队友补枪，队友补枪，跟进速球上一丝大残。大残，对了，你说是不是大残嘛？是大残呀，没问题的呀。哎，一看九个人，怎么会？后面是不是派个独狼？他们杀不行吗？你妈的，兄弟，后面是派了独狼，不是四打四吧？就是四打四，拉位置，拉位置。OK OK。看右边，起来。我被中间打了。起来。再打一个。又打个，又打个，又打个。哎呦！下面有个低坡。恭喜十七。